我听说唐医生被吊在鬼子的码头上拷打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去救他呀！阿宝，阿宝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有计划了，明天一定会把唐云锦救回来。什么计划？你先看看这个。这是谁写的？一个对唐云锦很重要的人。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力，面对侵略者永不服输的态度。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，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。各位同胞，在此时此刻，我们的英雄正在受难，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保卫家园，保卫上海，保卫黑翼。你觉得中国人会去救黑翼吗？不会，中国人胆小怕事，只要不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，是绝对不会反抗的。可我觉得他们会去。为什么？几千年来中国都没亡国，绝对不是偶然。那我们就打个赌吧。好，明天去阵地看看。好，黑翼要是被处决了，那可绝对是个大新闻呐。最后一面吧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快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进去！哎呦，我全还这样赶走！哎呦，我们进去吧！哎，怎么打人呢？你们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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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右转！记住，鲍家帮没有怕死的人，把腰挺直了。帮主，小虎自从跟了帮主，就没害怕过。来，狗日的，杀了你！18年后，老子又是一条好汉。来呀、啊！下乡，放手，后退，上膛，预备。军我部遭不明部队袭击，请东山社长出兵增援。杜仁军，我去增援。小心。明白。嘿，你输了。我没输，到那再说。中国人没去救黑翼啊？给钱吗？保卫家园。你看。保卫上海！我没输。保卫上海！保卫上海！保卫黑翼！保卫黑翼！保卫家园！保卫家园！保卫上海！保卫上海！保卫黑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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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保卫家园！保卫上海！保卫黑翼！保卫黑翼！我们打黑翼！
他，被执行。是。准备。抓紧先走，我来掩护你们。你要小心，老张，你留下。是，我们走。走。
阿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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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，没事吧？回来了，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唐医生怎么样？他现在很虚弱，还没醒过来呢。老丁，车上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刘子言啊？他是刘子言。啊！子妍姐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十里玻璃山洞里啊，其实还有一条通往另一个出口的密道。山洞里怎么会有密道呢？这个山洞啊，最早的时候是秦邦用来藏私盐的，为了对付官府啊，他们偷偷又挖了一条密道，后来这个山洞就废弃了，渐渐也就没人知道那里还有条密道。可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肯定是子妍姐告诉他的。刘子妍、刘子刚小的时候啊，他们常常去那个山洞里玩，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密道。所以刘子言就把炸弹留在了山洞里，自己从密道逃走了。是啊，不过呢，他受了枪伤，就去了刘家一处无人居住的旧宅养伤。那可是，既然他没有死，为什么又躲起来不肯见唐玉锦呢？当他知道刘兆林是杀害唐玉锦父亲的凶手后，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。刘兆林死后，他的心情很压抑。我也劝过他，可是他总觉得亏欠唐玉锦，无法去面对唐玉锦。难道他打算一辈子不跟唐医生相见吗？需要时间，他才能面对唐玉锦。今天晚上他就要去延安接受培训了。我相信等他回来以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。唐医生醒了。唐医生。靠着休息一下。我没事。我听小虎哥说了鬼子折磨你的事，我好心疼。收拾没了就没了，也不碍什么事儿。可是，好了吧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就别再难过了。你一难过吧，小五哥这心里他也跟着难过。小虎，你那是肚子。老丁，嗯，我刚才看见子妍了，他来过对吗？啊，这个事呢，还是让当事人告诉你吧，我是个外人，不便多说。哎，我懂，
刚才做了个美梦，真的很美，我都不想醒过来了。阿静，好好养伤吧。也许啊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美梦会变成现实。哦，对了，我家小姐跟帮主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啊，满春他们呢？喂，我是地伟汉呢。什么？老丁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鲍姑娘又被鬼子抓走了。啊！鲍帮主他被日本人打死了。什么？帮主他？东山君，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，为了一个废人，哈，山本君，你错了，这才是可怕的力量呢。可怕？他们虽然手无寸铁，可是一旦觉醒，我大日本帝国将永无胜算。我不这么认为，在我眼里，中国人是不堪一击。那你怎么还让唐玉锦给跑了呢？东山君，我想他下次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。想杀唐雨锦没那么容易，他不过是少了一根食指，其他的手指照样可以扣动扳机。东山君，你别忘了，真正的枪手他的食指和枪是融为一体的。唐雨锦没了食指，就好像枪管没了准心，他很难再恢复以往的射击精度的。他的枪法虽然不如从前，可是你怎么能把他引出来呢？毕竟目前上海还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领地。东山君，你别忘了，我有鲍满春。好，就让鲍满春和霹雳计划结合起来，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更加完美了。那小姐会不会也让鬼子给杀了呀？不会的，山本弘毅一定会利用阿春来找我的。山本弘毅嗜血成性，我是从他手里溜走的猎物，他绝不会放过我。阿静，那你现在还能使用狙击枪吗？我的食指没了，虽然可以用中指扣动扳机，但是会影响精准度。我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才能恢复到以前的准度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医生，你干嘛呀，唐医生？你在画什么呀？别打扰他，他在专心做事的时候，不喜欢和人说话。我们先出去吧。苏明君，长官，用最快的速度搜寻地下党电台。是。老丁，我需要一个会做枪的人，你有人选吗？我这儿倒有一个，马上带过去。好。你想干什么呀？
里面请。哎，老丁，有什么急事吗？老张，麻烦你尽快的将蒲志忠借把剑来做出来。这图谁画的？是我。你就是唐玉锦，不愧是上海的枪王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好，我马上就去做啊。长官，找到地下党电台了。宋殿军，赶快给我发一条信息给他，就说我要跟唐玉锦决斗，今天下午在同风堂见面。记住啊，只能一个人去，否则我会杀了鲍满春。我们实施霹雳行动，唐玉锦一定是我们前进中的绊脚石。放心吧，东山君，我一定会把唐玉锦的人头给你带回来的。山本君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消息，一个叫山本弘毅的人让我们带话给唐玉锦，说现在鲍姆春在他手里，让唐玉锦现在去同风堂诊所找他，只能一个人去，否则就杀了鲍姆春。果然是来了，但是要比我想象的快。和你一块去吧。不用了，如果山本看见你，阿春会有危险。你的手伤还没痊愈呢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冒这一次险。最关键的时刻，唐玉锦和山本弘毅的决战决定我们后羿行动的成败。对，鬼子军火库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，只有把山本弘毅这个眼中钉给拔了，才能保证后羿计划的成功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唐玉锦还能不能打枪。
面对日本鬼子的枪王，他到底有多少胜算呢？唐玉锦，你的动作太慢。鲍满春在哪儿？等你能活着离开这，再想别人的事吧。钢笔手枪的结构模式设计的。钢笔手枪，在19世纪中期，欧洲就有了这种便于携带式的钢笔手枪，而且现在西方有很多间谍都在用它。这个枪怎么使用啊？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，这是一个触发器，只要一按它，子弹就射出去了。唐玉锦，
唐雨锦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炸弹？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，带着你的兄弟马上离开这儿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快撤！快撤！阿春！强大的火力对中国军队形成合围之势，国民党军队因指挥不当，军心动摇，陷入混乱。11月8日，蒋介石终于下令全面撤退，所有部队退出上海战区。由于命令仓促，指挥失控，大撤退最终演变成为大溃退。
哥岂也死不了？黑板旁边那个，子言。